亭亭凤凰台，北对西康州。这是诗圣杜甫在公元759年流寓城县写下的诗句。大家好，我是甘肃省陇南市副市长、城县县委书记李翔，非常高兴向朋友们介绍陇上江南魅力城县。这里是中华腹地璀璨的明珠，它地处西秦岭灰尘盆地的核心位置，也正是地质学家李思光称之为复杂宝贝地带的中心。上古时为禹贡雍州之域，古称夏变，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定的千年古县。这里有秦始皇祭祖西行登顶的祇峰山，有保存完好无损的东汉摩崖石刻群，由诗圣杜甫寓居时留下的30多首诗作，还有吴挺等抗金名将，刘伯承、贺龙等革命先驱都从这里走过、生活过、战斗过。这里是远航圆梦投资的热土，伴随着新中国成长的呈现，在改革开放、脱贫攻坚的伟大征程中，城乡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十天高速、成武高速直通城县，陇南城县机场开通了直飞北京、广州等10多条航线。以51万额套为主的宁夏经济，绿油油、特色产业沉甸甸，春笋一样的千家电商企业，百种农特产品搭上了电商扶贫的快车，迈向了全国。今天的城县已经被确定为全省区域性中心城市，正在申报撤县设市。这里是物华天宝神奇的宝库，城县是亚洲第二大铅锌矿带主矿区，人杰地灵的山水孕育了中华老字号重良工艺酿造的红川美酒，复兴复西的城县核桃，还有樱桃、大蒜、中药材等优质农产品，柿饼、土蜂蜜等山珍特产，油茶麻花、牛肉馄饨等特色美食，竹篮寨泥人、面塑等非物质文化遗产，都承载着城县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。这里是青山绿水密藏的仙境，山具北国之雄奇，水兼南国之灵秀，城县旅游资源得天独厚，国家三级景区西峡颂，峡谷悠悠，溪水潺潺，国家森林公园祇峰山，孤峰耸立，云雾缭绕。这里有名扬天下的杜少陵词，素有天下草堂多，铜鼓第一家的美誉，还有唐代裴公湖、南宋吴挺碑等30多处景点，让城县成为甘、陕、川旅游黄金线的重要驿站。这里是长江上游诗意的家园，因为地处南北过渡地带，城县的生态好、气候好、环境好，森林覆盖率达50%，山清水长，四季宜人，是国家生态建设重点县，处处充满画韵、诗意和乡愁。
在1670多平方公里的秀美土地上，27万勤劳朴实的城县儿女众志成城，实现了脱贫摘帽。正在乡村振兴、全面小康的追梦路上，整装再出发。行尽秦川路，谁如此一株？最后，我代表热情好客的城县儿女，邀请大家来观光旅游，投资兴业。这是一方诚恳的土地，城县欢迎您。Thank you.